竹山玄宁公环保马行善团在这炎炎夏日，为了持续传递温暖，帮助弱势，也将日前庆祝观音佛祖得到的贡品物资，透过仙女友好协助下，前往国民党竹山镇党部进行发送。为着要庆祝咱观音佛祖吼得到纪念日吼，今日来甲吼咱这国民党党部吼，甲咱的南投官员友好做伙来做爱心。咱即届这活动吼，伫咱竹山镇吼。已经吼发有400-500份到去哩啊吼，咱这个活动吼会阁持续的继续做吼，咱希望讲吼，咱将这小小的爱心吼，吼咱的第三顶的这所有的里面吼，拢会当吼得到帮助吼，予咱这观音妈这环保妈这慈悲救世精神来发扬光大。活动当天，竹山镇民代表林孟丽专程到场共襄盛举，除了感谢并肯定活动的爱心，也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够持续投身公益，帮助更多弱势。咱的人间吼，处处有温情咱足感谢咱的环保妈吼，伊今仔日吼举办迄个夏季的关怀活动吼。予咱竹山镇一挂较弱势的团体，拢会使领到一挂物资，因为吼天气遮热，其实吼艰苦人嘛真多，我嘛会讲一直延续这个很好的活动吼，延续遮照顾咱遮的弱势团体的活动，该帮助的，咱拢会尽力去给伊斗相共安尼。仙女友好也感谢环保妈行善团以及许多人士的爱心，一起来发送物资做公益，关怀地方弱势。再次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玄宁宫，我们的环保妈行善团的一个爱心。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太平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孟丽镇长候选人，还有以及说团队大家共同的来完成这次的一个夏季物资发放，配合着玄宁宫来去做关怀竹山的这些弱势，也希望说这样子的爱心，他们的在疫情期间需要的物资，还可以让他们送上一丝的温暖，他也可以对由这样子的过程，让大家感受到社会各界对竹山来讲也是充满许多的一个关怀。那把爱让每一个角落的人，如果知道的、被拥护的，那能够让他们能够领得到、用得到。议长何正峰肯定活动发起的用心，传递各界爱心，帮助地方弱势，也希望透过活动抛砖引玉，号召更多人士一起来做公益，让社会更加温暖祥和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